哦，袋子，那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想法。好，走吧。真的很适合失恋的人来这边玩。哇，哇，失恋魔术。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是电影有只猫。我们今天就要来做一个新的体验，从来没做过的。嗯。因为呢，还在老板娘的生日月嘛。没错。所以呢，我们来到这个自己做烘焙俱乐部。因为老板娘生日快到了嘛，所以呢，我们来试试看自己的蛋糕自己做这件事情。对。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个装饰性蛋糕。对，这是我们的老师 Cody 老师。老师在这边的功能是会一直不停在旁边巡逻，然后看大家有没有问题这样子吗？对，我们会协助客人说，就是看制作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状况需要协助的。对，我们可以回答一些制作相关烘焙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就是这边不是那种我手把手教你做好一颗蛋糕这样。对，我们的性质比较像是体验做蛋糕，那我们可以在旁边协助。第一次来做客人可能会比较紧张，然后我们可以协助你说制作过程中可以很确保你们都不会出状况这样。所以我们学习就是靠这一台嘛。对，这台平板，平板为主。这平板就教会我所有的流程这样子。对，我们会写得很详细。真的吗？我们两个完全零经验的，不用担心，有我们在。所以这边很多这种零经验的人会过来这边，对，学蛋糕吗？玩蛋糕。对，大家对做蛋糕很有兴趣，而且现在其实客制化蛋糕还蛮新奇的，然后大家都会想要自己做一颗自己属于的蛋糕。嗯，那我们他们就会来这种店来体验，想要做给朋友。对。哦。好，我们先来让老师体验一下我们的部分好了。好，刚刚说过这是装饰蛋糕嘛？嗯。你不觉得上面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吗？这里有一个洞。对。所以怎么办？来，这边有一个蓝色的盒子，帮我把它打开好不好？嗯。现在是空的，对不对？对。那现在怎么办呢？空的盒子，那你帮我把它盖下去。我们现在，我认为啊，做蛋糕应该蛮需要想象力的。你现在想象一些比较美好的画面。然后帮我把盒子拿起来。因为我怕，因为我们做这频道做太久了，怕大家忘记我其实是一个魔术师这件事情。好，老师交给你，帮我把它放上去吧。好可爱哦！完成，这是我们今天的装饰蛋糕，谢谢大家。好了，没有了。所以那接下来就是都要靠我们自己，是不是？对，主要交给你开始自己操作。哇，压力太大了。不用紧张，我们坐在旁边。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自己试试看做蛋糕吧。好，开始吧。来做蛋糕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件事情，洗手。没错，就是洗手。穿围裙。穿上这可爱的围裙。我们这个是黑猫的围裙，那件是店里有只猫。对，没错。那我们都准备好之后，再来就是靠着这个平板来帮我们完成。我们现在要拿鸡蛋、植物油、砂糖，还有那个啊，这个是要玩资源前线，还是要考记忆力？哎，我觉得我可以负责这个，我来搞这个。你还漏掉一个，那还要哦，对，还要 B 十专用粉一包。旁边呢就是这个食材区跟工具区啦。嗯，那现在就是要把刚刚平板上面叫我们拿的材料拿好。啊，你看就是要拿 B 十的专用粉一包。哦。就是分得这么清楚，它都写得很清楚啊，所以就可以自己操作。然后再来，我要拿鸡蛋。主题是自己的蛋糕自己做，所以就今天都我做。所以基本上我今天应该是跟旁边老师一样，属于一个辅助型的角色。哦，就像刚刚帮我拿平板那样。对，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我看着你做。那你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再帮你，大概是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一起做，感觉会是更手忙脚乱而已。就是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在玩那个 Overcook 的时候，你都被我骂。我们的失败率蛮高的。我们不适合做这同一件事情。那把它倒进去了。哎，我觉得这就是第一个难关哎。你说把它倒进去。大概有多少会在外面？我猜一半。那我可以用刮刀把它刮进去啊。用刮刀把它刮进去。好了。下一个步骤，请先了解如何使用搅拌机。我们直接要进入搅拌机的环节了吗？好激烈哦！我们需要鸡蛋、砂糖、蛋糕粉、植物油、牛奶。这样全部都要进去。
的面糊，因为他有说底下会打不到，所以他旁边有沾一些东西嘛，就拿刮刀把它推下去。然后最主要是要去翻它的最底下，我看像我们现在翻起来，它底下都还有一点点没有打到的面糊的地方。就是再轻轻的这样子翻它几下，然后确认它底下如果都是混合均匀的话，那我们才把它倒进面糊里。要保持它蓬松的状态哦。好，应该都有了吧？差不多了。就是把它平均倒进这三个模具。真的很适合失恋的人来这边玩。打开烤箱放入面糊，不是放烤盘进去吗？不是要直接放烤盘进去吗？不然那烤盘的功能是什么？哦，对不起。我的天哪！等一下，好天才啊！在等这个烤箱烤的时候呢，我们又要去拿东西啦。刚拿材料的时候看到有它有这个玫瑰花瓣跟这个盐渍樱花，就跟我们上一次去新竹吃到的东西一模一样。它还有核桃。我是被窃听了，还是不知道了。哎，它的手套也好可爱哦。猫。对啊，猫。你怎么把人家下面那个一起拿出来？下面那个。哇，太疗愈了吧！所以我要现在甩是不是？帮我用力这样。五。还要再一下吗？再一下。是一定要这样是不是？每个都要搓。它那个空气出来。啊，比较软软，这样可以吗？对，没有粘到就。上面每个都搓吗？每个都搓。上面没有粘到湿湿的面糊，就是它干了这样。这样。哦。我们今天打算做一个简约蓝白色简约渐层蛋糕，所以我们要先调出一个老板娘喜欢的蓝。好，好，完成。做到现在我觉得蛮有趣的，我本来有点抗拒做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我是一个手很残的，但我觉得它有这个一步一步跟着做，我觉得还蛮赞的。太棒！而且这种感觉其实很不错，就是它东西都准备好好的，你就只要东拿拿西拿拿完成它。这个其实不会比自己准备这些材料还要贵，说真的，它这边一个蛋糕就是大概四五百块、五六百块。对啊，我就说我上一次做你那个巴斯克蛋糕的时候，应该要来这边做，它这边有巴斯克蛋糕。对啊，因为上次我做的时候。你知道那买材料就很尴尬，一次就要买那种很多，然后他上次那个鲜奶油还放在冰箱，根本就用不到。我觉得应该可以来这边做，我现在这边的蛋糕有很多种。你偶尔想做个蛋糕，真的是一个好选择。而且真的是你做蛋糕的时候，你完全没办法想任何事情。是吗？这么专注吗？对啊，你会专注在做事情啊。训练小朋友的专注力也不错。对，我觉得家长带小朋友来，因为我们像我们今天。来体验的时候，就是也有妈妈带小朋友来，然后就教小朋友一步一步去做这样子，我觉得也很不错哎。以后可以带宇轩来。再来就是要看蛋糕凉了没，应该就是这样看而已吧，摸摸看，凉了吗？凉了。再来要把它取出来嘛。对。好紧张。我发现两位老师在旁边冷眼旁观。等着好笑的事情发生，应该有吧？我刚好看一下。哎，这其实感觉摸起来很爽，很软。我也来拖一个好了。另外一个，你是现在就剥了吗？我们等一下剥，因为我们中间还有夹层，然后你要帮我先拿香蕉跟蓝莓骨线。好。接下来，因为我们选的是蓝莓跟香蕉内馅，所以它这边连香蕉都要自己这样切片，有够可爱的。贴在那个蛋糕中间，这样子吗？你就随性的剪，它就中间下层。你先帮我拿那个小刀，然后我们把它在表面上稍微抹开。好，现在我们抹开，你等一下可以粘住香蕉的，然后再帮我把香蕉铺上去。
好紧张啊。好，最后一件事了，要在上面做上最后的 Happy Birthday。啊，你的 day 要放哪里？放在下面。下面啊。塞不下。哇。欸，这个其实写这个也是很需要技术的。可是这样其实也好了，因为你这样版面看起来比较满。最后我们就来一点简单的装饰。哎，你用的很好看耶。有吗？我觉得它超级零零落落的。完成。啊。嘿嘿。做了四个小时。这个老板娘自己亲手做出来给自己的生日蛋糕 ，Happy Birthday！ 那个 B 好丑，这个蛋糕就毁在那个 B， 还有毁在 Day 在下面啊，还有毁在 Day 在 Birthday 下面，那还好吧，大家不会在意的。你要跟这个蛋糕合照一张啊！好了，再来把它装盒吧，它就是有复合纸，可以把它装起来，直接装盒。没错。好，可以。完成。我们本来预计两个半小时要完成这一件事情，那我们总共花了四个小时。好扯哦，一个下午就拜拜。一个下午就这样不见了，真的很适合就是没事做的人，或是失恋的人哦，就来这边摔摔蛋糕，然后那个浪费一下时间，其实蛮疗愈的，值得推荐大家来这边看看。自己做烘焙之类的，这边老师都非常的细心，都会帮你把东西修到好，帮你补救。对啊，我们要谢谢今天两位老师帮着我们这么多忙。第一次做蛋糕完成的心得，蛮有成就感的。没想到，就是我这么手残也可以做一个蛋糕。对对，相信现在正在看这影片的你，就是你手很残，你也是可以在这边完成一个蛋糕的。而且这边有各式各样不同种的，就有巴斯克啊，然后还有这种像那种装饰蛋糕，还有棒蛋糕，很多种。下次再来体验别的种蛋糕。对，那我们这个月还是在做继续更多乱七八糟有的没的事情，还有生日月的影片，对，还有很多有的没的事情可以做。那大家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好了，那就这样，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拜拜。